因为现在最有效，虽然是最原始，但是最有效的办法还是这个。你说发热不是他们的典型的症状，是典型的症状啊。首先发热是最主要的啊，完全还完了以后呢有疲劳这些，而这个症状很小的，还没有潜伏的，我们只能说是他是潜伏的带病毒者。但是潜伏的带病毒者他有多大的传染性，现在还是打个问号，没有人能够给予一个肯定的答复。这需要做一些研究，包括实验室的研究，包括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流行病学研究啊。所以潜伏的带病毒者的话呢，这个是要注意。而且我也看到有一些病人啊，到武汉以后没事儿，回到家以后过两三天才出事儿，包括在澳门的病人都是这样啊。但是这些病人有些非常好，很诚实的向当地说，我是从武汉来的啊，我现在要检查，结果检查了就果然就是，那么再过两三天出现肺炎。所以这是有这样的，但这不是多数。所以这个在机场啊，在口岸啊，在铁路啊，这些进行常规的体温，这是最典型的，最需要注意的，应该是这么看啊。其他的那些你不能只注意少数，而是最大多数的要把它控制住，少数的就很难绝对说，你什么办法都不可能杜绝，少数有可能这样。那么我想啊，现在从一个流行病学比较多的啊，从 CDC 啊，从各方面，他们从武汉病毒所啊等等这些，还是应该看起来，因为这个2019的新型冠状病毒最早发现2017年是在蝙蝠啊，浙江的一种蝙蝠上，这个是同源的啊。那么当然了，你说这个会不会在饮食里头，这个有一个可能，有的是所谓蝙蝠刺身啊，这个吃的啊，这个我看相当少。还有一个呢，我觉得有点可能，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 SARS 啊。 SARS 是什么呢？是原来蝙蝠也是有这个冠状病毒的，当然它跟 SARS 有点区别。那么它呢，实际上是通过一个中间储组啊，储组完了以后传染给人。但是到目前呢，可以这么说，还没有一个完全具有针对性的一个药物能够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是说我们的科技工作者需要做的。但是已经有不少的解决的办法，同时再加上现在的生命支持的技术有了很大提高，对肺啊，对肝，对心脏，对肾啊，对胃肠，对血液，这些都有一些支持技术。所以现在这个支持技术比17年强多了，所以这个患病率肯定会死亡率会肯定会降低的。当然到传染病院很重要，什么就是要有一个除了搞传染病的专家，必须要有搞重症医学的专家，这一条非常重要啊。单纯传染病专家是不行的啊，有在哪一个城市，在哪个地方有重症医学的专家共同努力的话，才有可能抢救病人啊。这一条我特别提醒啊，这一条啊。那么说到他这个是什么个态势，是全国大爆发呢，还是全国的多点爆发呢，还是局部大爆发？那么要说大爆发的话，我的看法还是局部大爆发。全国这个当然不是全国大爆发啊，但是谈这个全国多点的爆发，我也不那么看。因为爆发的意思就是大量的流行在局部一个地方大量流行。那么现在看起来除了武汉啊以外呢，广东啊现在也就是也就100多例吧，大概是这样啊。那么所以这样的话，你说是一个全国多点的大爆发，我不太同意这么一个看法。现在应该是还是全国一个局部的大爆发，这个是肯定的。因为过去 SARS 呢从来没有在比较早期采取全国性的行动啊，采取这个一级的启动，就是说任何的就是都公共场所不要有集会啊，很多这种就是不要有人聚集的这么一个形式，出门戴口罩啊，防护自己也防护别人啊，这
这些工作做得比较及时，所以它出现像 SARS 那个极其的那种大爆发，我不认为它会出现。那么这什么时候达到高峰的话呢？这个很难绝对的估计，不过我想啊，应该在一周或者十天应该达到比较高了。所谓达到高峰的意思呢，就是说它不会大规模的增加了。超级传播者呢，没有很严格的定义说一个人传多少人这叫超级传播者。我更多的理解是什么，一个人是传的人比较多，这是一个现象，而更重要是什么，这些被他传播的人再传播给下一代，这个是更重要的。但到现在为止呢，所谓传给一个人传给比较多的一些人，那么这些人进一步传给更多的人的话，这种现象我还没看到很多啊，我没发现很多，在我所知道的报道里也不多啊，所以这样的情况呢，我不觉得现在有很确定的超级传播者。当然这个反运的话又涉及到差不多千万的数字了啊，这个回流。但我觉得反运我不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什么呢，在外头过春节了十几天了，14天了，那个他要感染病毒的话也过去了啊，这个病也过去了，他有就有，没就没有了，他有的话就在当地医院治疗了，那么回来的话，那过了十几天的话，应该这个感染的可能啊就少了。武汉要再出去的啊，这个要注意啊，当然武汉回来的话呢，他们自己要注意啊，所以这个曾经过去我提过，说是不去武汉不出武汉啊，是20号我提出来的啊，这个问题后来还是这个对武汉也这个交通啊也进行了很得力的管制以后，那么现在来说这个互相的这个感染就少了。SARS 是持续了差不多5个多月，快6个月啊，但我相信这个新型冠状病毒不会持续那么长，因为我们在第三波的开始后，国家的层面已经采取强力的这个措施啊，对待这个，特别是重视刚才我讲的这两个问题，一个早发现，一个早隔离，当然现在科研呢很多还需要再做啊，所以这两条做到了，已经能够我们有足够的信心防止大爆发。我有一个学生，他昨天晚上给我一个信息啊，他说他的家，他在那个他听到街道上那老百姓唱起国歌，他很感动，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这个镜头上来了，很多东西都能解决，大家全国帮忙，武汉是能够过关的，武汉本来就是一个很英雄的城市。